那么要不没有没有没有，挺好挺好，特别好。哎，你们可以放歌了。那么急干啥嘞？对不对？我都还没有自我介绍呢。有没有发现我们家就是一个信号格？有没有？信号格，那行吧，我们看一下，找。放一下音乐啊，不小心拿错话筒了，我就说哔哔哔半天没人听不见我讲话呢。
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。那么我看一下还剩多长时间呢？还有30多秒的时间。要不这样子嘛，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介绍一下，从左到右，这是我们家的卡卡，个儿最高最瘦的叫卡卡，我叫甜甜，中间这位叫娇娇，然后依次那边叫妮妮，最边上那个叫桃子。那么喜欢我们的话，也可以点点你的关注啊，谢谢。